好久不见一个人，你会想要跟他干嘛？我跟他 say hello 啊之类的。 Hello， 下次如果是韩国人的话，我就会说你好。哦，那如果是日本人，就是 konbanwa。是啊，然后如果是西班牙人的话，就是 hola。哦，那法文的话就是 bonsoir。哦，那如果遇到德国人的话，就是 guten abend。哦，abend啊，abend啊。那再来还有什么啊？我们自己的，我们自己闻。是。哎，小弟，这是小生二号。 好，我们自己玩，就是台语，啊，按尼赫，啊，按尼赫，嘿嘿嘿，啊，这样总共几个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个吧，确定？差不多了。主要有少，英法德西日大家都有啦，C不C？C的啦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？你知道除了这些这么多语言之外，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语言。我知道，印尼语。为什么印尼语特别？因为我们学校有印尼的交换生啊。 而且你们知道吗？他们不仅在课业啊、社团啊都不遗余力的参加哦。哇，这么优秀啊！嗯哼，而且我们今天刚好请到他们来为我们表演。哇，我们这么大牌啊，请得到这么优秀的印尼学生来。是啊，你不知啊。所以接下来他们是要表演。没错，他们今晚即将让我们印象深刻，掌声欢迎他们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印尼学生，然后今天我们带来一首歌给大家享受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这首歌叫做 Family。 是一个 big family， 不论开心还是难过 ，family 会在我们身旁，陪伴我们，鼓励我们 ，family 让我们更懂得生命的意义，更能珍惜生命。感谢所有祖先在我们身旁的 family。 膝盖盖。
えるお前の隣で一緒に泣いたけ忘れてないぜ。どんなに離れていようといつかまたみんなで集まろうよ。その笑顔があるからやっていける笑ってれる。ありがとう。台湾人，我台湾人买不到，有没有搞错啊？还有一个国旗的颜色，对啊，爱台湾啦，就